亦思考破奇案。枪手嘅目标好明显系针对飞虎队，系佢哋害到你咁，佢一定会帮你报仇。虐心爱情，佢尽心你应承我，下半场冇咗我，都一定要好好地咁过。以为一切已经落幕，更大阴谋潜伏在后。今次呢几个杀手嘅身手，仲劲过杀夫我嘅顾炳。发信息嘅人系魏子龙。逆天奇案二，4月1号起，星期一至五，新时代电视二台。